大家好，我是爱原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最新攻略《原神 4.6 开图肉物学率上的麦叙斯第二章背负的囚徒。现在开始第二章，这个地方还真是传送门。我怎么没血了？大鲸鱼，虽然说这个是龙，但是真的好像鲸鱼呀。来，锚点还是点亮一下。哎呀，让我点啊！下方有颗神童。哇，这个画面就有前瞻时候的。注意这条大鲸鱼，然后在这个位置看见它被方音的本体。居然要解开封印，那旁边我看一下，旁边这个锚点过来点亮一下吧，一会儿肯定是要过来的。顺着这个链条的方向，那跟着链条走吧。下方这个锚点比较近，那顺道给它点亮一下。游得好慢啊！居然到了陆地，这边不会又要打架吧？真要打架，快活过来！哦，好吧，你不会活，为我歌颂了。居然会火，是盾刀，扮演吧。咬了。反正是。好。解开封印怎么解，我来看一下。应该是要用到这个图标吧。长按吗？哦，试着长按。一共三个封印啊。那现在直接传送回去吧。看一下。先走这条吧。看它顺眼一点。对话，对话就可以避战哦。哈布迪斯堡人是什么堡？
应该选侍从吧，看的应该是这样。这边应该选第二个。应该还是选第一个。哦，第二个。最后肯定还是选第二个啊，这种选项。嗯，B 站成功。这又是惨案吗？看看。嗯。我一口。是的，又是长按。这个居然是龙蜥，龙蜥还能长这样。再传送回去。去往第三个点，继续跟着链条走。这个链条子怎么还绕这个石头绕来一圈啊？这红色的又什么东西？哦，红色的就是链条。这边，嗯，哦，知道了。我切不了乐章吗？哦，单点是把这个章鱼停在，可以把章鱼停下来的，知道了。等章鱼覆盖到这期所有花的时候，就给它停下。啊，你也停下。啊，现在就还差这条。就这个图标单点一下是让他们暂停。全停下了吧。谁没停下？哦，都停下了。再还是上来长按吧。诸神啊，快关上天上的门。来都来了，这毛巾啊顺道点一下吧，就在前方。现在传送回去。嗯，我不是解开了吗？什么意思？刚才场外来呀，是不是出 bug 了？灯火进入体内了。现在传送回去。大鲸鱼。原来它是肉身没了才长这样啊。我是说怎么会发这种光泽。走吧走吧。我会发射水泡。哦，这样封印就打开了。
现在呢？跟着他一起游啊。这个位置应该是有什么比较好的背景音乐吧，不过我关掉了，到时候开小号听一下。不听可惜了。弹度去去年的时候开，和你们就混在一起，听起来就比较混乱。最魔抢一下就把岩石给击碎了，这还是没肉体的，只剩下灵魂状态。原来是用这种方法解决的吗？真是太离谱了。这猫怎么游这么快的？我包了，猫游来去了，后面。这个就雷布斯的王城了吧？雷布尼亚王城。这样的话，第二章结束，等第三章正式开始。